烧到房子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跟我们做错对？哎，烧错房子了，是对面那间。啊，惨了。啊，你的摊位小，每个月给的保护费比国外少一半。总共是889块钱。啊，到底阿里跟国华每个月各自给的保护费是多少啊？哇！啊，铁子哥，在算账啊？嗯。那60个是算不到的，好好算啊，收保护费不容易的。哦。糖水少，糖水一碗。啊。糖水少，今晚吃宵夜啊。以力，阿林一力，国花两力，阿林再一力。